猪毒抽奖前松鼠说的话。我想要先开阿北的，把话运又掉了，然后再开自己的。阿北怎么会有这种同居？阿北表示会。准备被献祭的阿北。好，这阿北的哦，现在是阿北的账号。阿北说：“等一下是我的。”三阶，蓝色。什么啦？不要三阶蓝色啦！哦哟，我要蓝色没有错，但我不要三阶。六阶，哦哟，六阶，哦哟，谁要重型这样多啦？啊，三阶重型相狗什么啦？可以开到六阶了吧？四阶苗具，再来吧，六阶。哦哟，受不了了啦！这里还有个35的，哦哟，谁要挂帅啦？六阶，四阶握柄，先握柄，现在好像卖不太出去，但我还有希望，我们不要放弃希望。哦哟，三阶，六阶，哦哟，那我们先吃，这次先拆下面这箱好了。哦哟，握柄，哦哟，下次我可以自己开，你可以跟我连线啊，你开，然后我们来看你开到什么。猪毒抽起来，现在进行我们的幸运夺宝时间，我们要逆天有没有？抽起来各位，我又在关铁门，到底有几个铁门要关呢？中，我要10000块那个，谢谢。哦，收到酸亚好像也不错，酸亚会在我身上吗？蛮可爱的。抽，中。啊、是不是太边边了？他都不靠近他呢？为什么？中！我要10000块那个，谢谢。他一直不给我10000块，直接有。可是他要出一个啊，我才可以把他开图谱，不是吗？他一定要出一个给我啊！10000！中！哦，中！啊、没有，差那么一点点。我知道啊，但我还是要有5个把它打开。耶，一万，不是要有一个白板的去开它那个图谱吗？你们懂我意思吗？还是中了一个就可以？图谱不是要开到吗？我现在是连95都没有哎、欸！中！一跑3000哎、欸！那个同学你真的是比红茶还要衰哎、欸欸！中！是要直接开吗？欸，这样就可以有图谱了。我要把它修复呢。我想太多，还要继续抽，给它刷新吗？还是就这样子？对啊，不行哎！再一个，一万，不要给我，他都给我第二排的呢。一万。我要那个一万，哎，有一万了，是不是有一万了？但两万了，各位，中，一万了，两万了，我就在玩什么奇怪的那个，哎，有榴弹炮哎，抽到背包，不知道哎，我只要那个金条啦，再给我一万，刚差点有中背包哎，他给我闪过去。丸子，你不要那么吵，你最有钱的，一万，对，隔壁，最后一个机会了，哦，一万了，算了，快，我缺金条，他给我第二排嘞，你看，等一下你会有那个上面那个，哎、欸，没有啊，他这次走不同套路，哎、欸，好像
刚有要倒背包，他很坏哦，他背包停下来，然后又给我倒那个防弹头，超坏。哇，这样抽多少？结束了。现在是那个吗？瓜哥的节目，他每次背包都错过哎、欸。一万，可是那个背包能干嘛、啊？他是连两跳两段式跳跃嘛？一万，我又一个强袭榴弹炮哎、欸，狂揍！一万，是不是到120就可以自选了、啊？好远！一万，调节温度两降，哎、欸，一万了，我终于可以脱离贫困的生活。一万，我都没有抽到其他的。哟，哎，各位，又出一次猪毒了！又出一次猪毒哎！不用保底哎，先把汇聚传给他呗，超坏的。六万了吗？已经六万了吗？哦耶！都是保底把它抽完。哎、欸，又一次，哎、欸，又中一次了！我中第二第，我又中了！哎、欸，我又中了吗？那个是又中了的意思吗？我是不是刚刚又中了？我又中一次哎、欸，两战哎、欸，这就是我的战绩，抽到这些东西。可是那个不知道领了多少哎、欸。对啊，我又中一次呢，好可怕哦！今天到底是怎样？不科学。对啊，不科学，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呢？剩最后一个，各位，最后一个六阶，哎、欸，这有没有枪口？没有啊，六阶蓝色握柄，六阶蓝色握柄要出现了，各位，六阶蓝色握柄出现了。哦哟，没了吧？开完了吧？哎、欸，为什么我觉得我开到的比较多啊？哦，因为阿北少一个，阿北那个账号被我多开去一个嘛。我总觉得这个账号开到的东西比较多，还会帮你拉订阅。哦，那就和阿北的、啊，对啊，都和阿北的。那用那个呱呱的玄学，就是身上什么都不要穿。阿北说他要在厕所喝、欸，哎，那他这个是他这个是他账号的主人，所以我们就去厕所好了。主委要求在厕所，在马桶上吗？这是一个奇怪的嗜好、欸。衣服穿起来，阿北说他想要穿衣服、欸，哎。阿贝毛很多，阿贝，那你要背背包吗？哎、欸，这个是他的账号啊，我们尊重他本人的意思。核弹下去喽，大家倒数五、四、三，我不敢看，一，哎、欸，过哎、欸，变成握柄哎、欸，世界握柄会有人要吗？今天的抽奖影片就到这，谢谢大家收看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是奈子姐，我们下集见，大家拜拜。